Action！ 好了、哦，可以了哈、哦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画面是这样的。哦、你已经睡着了，然后我偷偷的溜进你的房间，趁机偷亲你。亲？哎、你干嘛？又不会真的亲到，只是假装做个动作而已嘛。啊，躺好，躺好，躺好。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？没有不祥，不要多想。你就这样子躺好，我是不会碰到的。你看，哦、我腰力那么好，对不对？闭上眼睛、哦，松开，松开。哎、欸，对，我有看到这个预告。这个画面要唯美又浪漫。对。你这样子不好看啦。对，我做噩梦啊。哎呦，做什么噩梦啦？你要松开才会唯美，这样子才能帮我追到美方啊！啊！哎、欸，手挡住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现在这，对对对，你手挡住了，对对。呀、哎！听到掌声，哎、欸，我觉得那个我们的善存真的是喜感路线明星、欸，说来就各位赶快掌声刷起来，导演 OK 吗？很不错啊，很 OK 对不对？很不错、欸，他们台词还记得这么清楚。对，而且坦白说，就是这个我有看到这个预告，我有看到这个预告，哎、欸，真的好像你们的台词都记得很准哎、欸。我们其实说不定，其实很多场我们都还记得、喔。对、啊，真的、喔。下一场是，下一场是来来，你说你说，是你们的吵架那一场戏啊，我怎么压在墙上？哎呦，没有演出来是不是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这么多戏魂上的，戏魂上的那场戏，我的台词实在太多了，我真的是对不起，真的很好笑哎、欸，那个。来换你们了，来，呼呼那一场嗎。对啊，我们从哪里开始？我抱你那边吗？啊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可以哦，好，好，好了，来。这是来嘉威跟俊鹏第一次试戏，对不对？来，对对对呀、啊，怎么样？台词我真的是不太记得了。CP 输了，这个 CP 这个输了。我们就是意思到就好，随性就好，随性随性随性，我们就那个感觉就好。好，来吧，来吧。不是叫你去擦药吗？不冰不会肿起来。对不起，我说谎了。我好痛哦，你可不可以像之前一样帮我呼呼？你都几岁人了，还要呼呼？可是很有效啊，你呼呼过后就不会痛了。痛痛飞走，掌声！对，你们没有笑出来，我都快笑出来了。所以那时候当下的我的想法就是：拜托，你都几岁了，跑过来跟我要呼呼？来来来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来，各位怎么样？今天这两段这个试戏如何啊？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